哎，志颖老师，志颖老师，哎，志颖老师，志颖老师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学校申请实施双语实验课程已经通过教育局的审核喽。所以啊，下学年开始，你就要准备好双语自然的教学喽。是。不对不对，现在我们开始要用英文说 ，Yes sir。Good morning， 拜拜。你也只会这两句吧？又是双语，又是自然。天哪！就凭他？哎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个 LV 包包，它可是你的 Learning Vitamin， 有它，你就可以精神百倍，事半功倍，教起书来舒舒服服，笑傲江湖。哇，这么神奇！就是这么神奇，里面有学生课本，哇哦，教师手册，哇哦，连教学简报都帮你做好喽。哇哦，看起来好专业的样子。当然专业啦，我们用科学探究法，小朋友们从观察生活周遭的自然现象提出问题，再形成假设，并用实验来做验证，最后记录实验的结果，解开自然的奥秘，同时结合英语的学习与他人分享新发现。可是我们要怎么用英语教自然？连教师手册都帮你装本本，只要跟着里面的教学步骤，就可以轻轻松松完成教学。连英文该怎么说，上面都帮你写好咯。所以我只需要再设计一下学习单，培养学生就好了。连这个我们都帮你规划好了，而且还有教学简报。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? I see trees. Can you see a delicious dry wood? Yes, I can. 哇，会讲英文啊？ A little, a little 啦。Are you ready? 新北市自编双语自然教材模组五年级，这一个学年上完吗？Good question。你不需要从头上到尾哦。比方说，学校的教材版本里面呢，本来就有观测星空这个单元，你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一套双语教材来上课哦。所以有了这个双语 LV 教材包，我就是双语界的贵妇喽。没错。哇，我的身体怎么自己在转动 ？Don't worry, be happy. Don't worry, be happy. Don't worry.